元二日历。一个星期有七天。星期一。星期二。星期三。星期四。星期五。星期六。星期日。今天是星期五。昨天是星期四。明天是星期六。一周内的活动。星期一，钢琴课。星期二，玩拼图。星期三，补习。星期四，玩积木。星期五，运动。星期六，游泳。星期日，打扫房间。